水南生态公园十四期重划区全新公园，这是一座特别的公园，会这么说自然是有其道理。首先，公园里可以骑自行车，这件事虽然此地不是唯一，但绝对能说是少数。再者，此地的自然景观非常优越，公园里有湖泊及湿地，周围则被茂密的树木与花草环绕，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，自然非常适合散步或运动。另外，许多公园都有的装置艺术，此地也没有欠缺。公园内许多流线型的设置，让人感觉心似乎也跟着顺畅了，不再阻塞难受。占地广阔的水南生态公园，在管理与保护上面也非常出色，拥有专业团队负责管理维护此地一草一木，而参观者也能从一些标语中知晓，尊重大自然比什么都重要。不过此地还有一特殊之处，那就是公园旁有泄洪池，大抵跟秋红谷的作用差不多，也是兼具防洪、生态、景观及休闲功能，且公园内还有种植樱花，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到访，显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就算不是樱花纷飞的季节，就凭这一大片绿意，也足以展现水南生态公园的魅力。因为大自然的变化万千，一向都是难以捉摸的谜。当我们以为我们看透了，实际上他却怀着想带给访客惊喜的心情，偷偷准备了礼物，让到访者在被疗愈之余，还可以接受到更多更多的抚慰。就算仅是在栏杆上撑着下巴发呆看某处，被大自然包围的我们，都可以很轻易感觉到大自然释出的善意，那样直接却又温柔到不行，让人忍不住发出会心一笑，心里那沉甸甸的感觉瞬间被释放。那么，还不考虑来走走吗？俯瞰的情况就这么吸引人了，要是置身其中会如何呢？相信很让人期待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哦。